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i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it ha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妖怪混在一起，说不定他也变成妖怪了。就是，走吧。朱鼻现在在哪儿？他在村东头他们家呢。他就是个傻子，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我们盯上了。让我待在家里养伤。还要给我做饭吃，当我傻呀？你们肯定没安好心。三十六计，兄弟，我先走为敬了。天终于黑了，希望朱斌看到我这副样子不要吓一跳。不管了，先救他要紧。我的妈！起开！滚开！给我钥匙！快来人！朱平，朱平，你别怕，我来救你了。妖怪在哪儿呢？去老庄的门口，门给我打开！果然来了，你这臭妖怪，他敢找上门来送死，快滚！再说一遍，就是，再说一遍，快滚！滚啊你！滚！既然这样，是你们逼我的，你滚啊！妖怪，快滚！你怎么还有脸来？你没事，别过来！他们说滚。
一只妖怪而已，我谅他也不敢再来了。不值得诸位大哥费心，各位早点回去休息吧。哎，不对啊，你小子不是被关在家里吗？怎么出来的你？是不是那妖怪把你放出来的？哦，回过味来了，你刚才跟那妖怪一来一去的，你是不是故意放他走的？不是不是，这事不对啊，搞不好这祝平他已经变成妖怪了。啊，妖怪！妖怪在哪儿？放火烧！对对对，烧他！烧他！都疯了！这是糊了他。你是我朋友，我一辈子都不会讨厌你的。祝平，兄弟们，曲老现在正在全力救治祝平，你们跟着我一起。还给我！是我，小狐狸，我就是祝平啊！一直觉得村子有古怪，原来是有邪祟。你别捂住了祝平，你要是祝平，我就是你爹。你这小狐狸还真有意思。你别看我这样，我可是很喜欢心性纯良的好孩子呢。我对你的朋友也很好，不信你看。你和那个小狐狸感情挺好。是故意放走他的吧？曲老，您德高望重，您劝劝大家放了他吧。你为什么要保护一个妖怪？他是我朋友。笑话，人妖殊途，怎么可能做朋友？妖怪可都是贪婪卑鄙，心机叵测。不是所有妖都这样的。不是所有的妖都是这样啊？你见过多少妖？像我这种专门以戾气为食的妖怪，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我之前为了挑起两村争斗用了多长时间？不过也不亏本，这次靠着这狐狸之事吃饱了力气，我还在村里发现了你这个老不死的，本来也活不了几天了。正愁没有合适的寄生体，你倒主动送上门来了。你个混蛋，下不去手啊！开个条件吧，你要怎样才能放过祝平？你的皮囊纯良，还有修行妖气的加持，我更喜欢呢。住手！让开，他已不是祝平。此妖专门汲取纯良人眼，散播凶戾之气，蛊惑人心，留不得。祝妖师大人，你的皮囊更好。大人，别伤害祝平。他已不是人。不，他是人。他不是人。保不了他，我有一计，求大人成全。傅爷，你出来！
果是把我放开再战，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朱宇，捉妖师大人，听见我还是人，下不去手了，怎么？尽量长话短说，朱平不知道能不能醒来，还得麻烦大人稍作照料。另外，我想求大人帮我去掉他的记忆，让他不要记得我，不要记得我这只妖怪。
算不得数。哎，浮云啊，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刀子嘴豆腐心，自己明明为了救这只小狐狸耗费了不少灵力，你的混元炼丹可是我的，请不要随意消耗，你个豆腐心的臭豆腐。小泥鳅，你找死，臭豆腐。这个东西很好吃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送你。那我不客气了，拜拜。刚刚这杯酒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苦啊。
真是走这条路？你确定你还是天下最强的捉妖师？他身上没有妖气，我感觉不到。靠你了。哎。Thank you.